这个小镇叫古狸猫。北伊罗克斯省紧邻吕宋西北角的古狸猫有一处特别的文化遗产度假村 Les Médiocs， 言外之意，它既是文化遗产也是度假村。这也是西班牙时代的一个小镇古狸猫。他说在这个小镇里边保存了这个古老的西班牙时代的房子，这几间房子在那个时代呢应该说是西班牙时代的庄园，所以我们看了这间古老的教堂里面保存了很多古老的西班牙时代的东西。雷梅迪奥斯的建筑群有六个世纪之久，是富有的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一处庄园。2006年，在将这些建筑改建度假村时，200多名熟练技工把每一块木料和砖块都一一做了编号，然后精心组装成新的建筑群。钢琴家，钢琴家克莱斯曼重新开张的时候，他在这里弹一种摇摇。啊，从前马可斯夫人喜欢在这里开一个很小型的 party 在这里。应该说曾经的这种庄园现在已经开放作为这种度假村，它一共有7套这样的房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套呢，就当时2年以前这个修复以后重新对公众开放以后呢，修成了这样的小的旅馆。开业的时候，这个著名的钢琴家理查德·克莱斯曼曾经在这里面做开业的演奏，他曾经就住在这间房子里，所以这间房子呢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那他说这种的建筑呢，就是早期这种伊鲁干的富有的庄园的那个建筑格式。建筑格式，所以很多的，还是很多的这种中国的建筑的格式。对。Les Médiocs每间客房都拥有着独特的设计，木椅、餐桌、屏风及画框都是老式的伊洛克斯家具。房间中还点缀着有菲律宾艺术家的各种艺术品。这是西班牙时代的古老的这种，应该说是最典型的这种庄园建筑。这个地方伊洛干的人的那种庄园，也是当时的有钱人居住的地方。雷梅迪奥斯文化遗产度假村占地约18000平方米，这里可以说是一处具有旧世界魅力的现代奢侈品。走过雷梅迪奥斯庭院花园，便是一片广袤的吕宋原始海滩。在这里，渔家的恬淡生活一览无余，北伊罗克斯的百年往事尽在一轮红日之中。